大家好，我是 Ting， 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信长的野望轻生。好，距离上一集呢，那个我们跟武田，我上一集不是说那个党我可能考虑要弃党重玩吗？读之前的一个记录来，那我基本上我还是试着往后面玩，然后呢发现发展出乎意料齁。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段期间这几个回合，我忘了我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是在哪一年的哪个月齁，对。但是后面的状况就是这样，我跟武田拼到这边郡府都没了，那我就在这边苟着。老实说，把那个我的根据地挪到冈崎城之后，的确是财政收入是有增加齁。现在好像才3000，可是其实我有在跟朝廷联络，朝廷好像一个月要1200，所以我现在收入的确是增加蛮多的，因为整个那个偏远地区扣的实在是太夸张了。然后呢，武田呢跟我打一打呢，我就决定跟他同盟了。那其实这也是金川的这个势力的特殊能力，也就是即使是我们交恶在交战，一样可以做清算。这个我发现是他的这个特性。那这个。哎呀，这种在平常没什么屁用的一个部分呢，在这一次呢突然有用。我就跟武田，我想说好，我就花点时间去慢慢苟着。我上一集其中一个 part 有一个 chap 有一个章节，不就是什么广积粮高筑墙嘛，对不对？我想说好，那我就跟你苟着。结果我一同盟，我那个时候不是还是跟北条同盟吗？所以他们后来就武田家我也不跟他打了，那我就呢。在这边苟着，结果呢，上山就打他，而且一路高歌猛进，海津底石小猪身之上全都被他打下来，他根本打不赢他。武田的兵早就跟我耗大花战已经耗完了，然后北条也在打他。结果呢，我想说，北条那个时候跟武田耗的非常的夸张，耗到北条这边的兵都像他小田原村那时候耗到只剩个4000-5000，然后这边都只剩几百1000什么。那我就决定，好，那反正刚好那时候北条。同盟结束后的3个月的停战期也过，那我就开始从郡府馆一路推回来。那也有靠会战有打赢了一些。那目前的状况呢就是这样子。我已经把这边已经这边有慢慢在建设，然后啊，的确这一带这个劳力齁，我后来发现好像的确是你要委任给那个 NPC 去做那个城下方针的话，他会自己盖。那吃的并不是你的劳动力，所以这个是有差。那他那边的建造速度是依照他城下方针那边的时候，他会预估给你说多少日盖一个什么的。对，那个是会盖比较久，但是不吃你的劳力，那就是等于就是放给他自己去想办法。那北条呢这边的话呢，目前我们是在交战，我们这边边建设边交战。第一波打赢了，但其实中间呢，他又开始看到这边的这个火焰了嘛，他又开始备战要打我了。那看来这边的兵这样一整轮算下来，我感觉应该是有个好几万，8万以上吧。我感觉看一下势力，哦，12万啊！我操，哇，他一个月军粮加15000哦，他妈的，他难怪他妈的他可以一直打，哇操！太扯了。那我的资讯呢？哦，兵力才5万，太惨了。反正呢，北条呢，为什么这么猛呢？我发现他好像有，我看到有人在他的。我忘了是在 Steam 还是有人在我的下面留言，我看到了。那个北条之所以那么猛呢，是因为这一带有个机制，就是你把人家城打下来，他所有城下的兵都是会归零的，要重新建设。我觉得这个设定不太合理，因为你在玩天下创造的，天下创世的时候呢，城下兵是你真的攻城的时候，你真的在那边烧他的建筑才会回。那自动演算的话，也是一定几率损毁部分。
他这边是啪全毁，就跟大致一样，大致也是你那个交战附近所有盖的东西全部直接降个五六阶，看你的规模，你如果战斗规模很大，几乎就那个地方的战斗建筑就全毁，所以你如果是那种拉锯战，那个地方你根本其实也要发展也很难发展。哎，反正呢，北条的强制就是他好像高，我不晓得是不是叫高威风还是什么，他把人家城打下来，好像是可以保留一定部分的那个。一部分的那个建筑的，所以城下町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这一代北条被称为大魔王？因为他可以一路扩张啊，他根本没有受他的收入不会突然，他要花时间建设什么，他就是一路扩张，所以大魔王就是个北条。那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是上山的话，我是不想去惹他了，因为这边全是山区，往北打太麻烦。我目前的状况。我目前的规划应该是我要打到小田原城跟京九景城，我应该把这边的要道给占下来，然后之后呢我就是防守了，我就是把北条封在这里，因为以金川议员来讲，我们选这个剧本然后选金川，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称霸整个东海道，我们要把这个伊势这边打下来之后，我们要上洛完成这个金川当初的历史上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的这个战役的这个的目标哈。那暂时的目标应该是这样：第一阶段就是东海道第一，再来应该就是要上洛打到二条御所这边啊，不确定两三集以内打不打得到。那后面呢，这个称霸全日本的部分，我就看后面。再看后面的状况，决定更新或者就换个势力玩嘛。那还有一个部分呢，要做到就是现在武田非常的惨哦，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被北条还有那个上山轮番进攻，他现在只剩四个城哦。那我们要注意，就是现在我们同盟还有两个月距离，然后两个月之后还要有三个月停战，五个月内我们希望他撑住哦。那五个月后他剩，如果刚好能剩只剩一个城的时候。或两座城，这两座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快的把它收下来，因为我们要把它剩下的武将吃掉。那些吃掉的武将，就是看未来是要打北条，或者是上洛打这个三好，对吧？妈，这三好怎么可以他妈的发展到这么大？太没道理了吧！我记得我上次讲他触发事件之后，三好不是应该分裂吗？怎么他妈一个都没分裂？莫名其妙。然后我好像在那过程中，就是前面我自己在玩的过程中，有收了宇喜多子家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跑到关东来这边了、啊，然后又因为忠诚度低，我们又可以触发那个挖角的部分，然后大补维信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跳出来，也是低忠诚度，然后又跳那个挖角，又被我挖过来了。当然我为了他们，我是买了一堆家宝去送他们，才把他们弄到黄色的忠诚度勉强留下来，大概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前面的这几集的一个战况哈。那这一集的一个大目标就是可能要继续跟北条拉锯战，还有部分就是把武田最后一个城吃下来，把他的武将给收下来，这样子，这是比较大的一个目标，应该就是两个吧。那这一集因为我现在这个时间录其实有点晚。现在是半夜一点多，所以应该也不会录到两个小时，这一集应该比较短，先跟大家讲一下。然后 DLC 好像煎蛋全兵卫那个战国全兵卫的那个漫画 DLC 应该是时装了，已经可以下载，我有下载，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在每个战役前你就要先点选来生效。那已经开的战役不晓得有没有这个例会的替换，那也没有。我来看一下我的列表好了，好不好？应该还是旧的。对，我觉得他那可能要一开始战役前就要先点。好吧，以上就是之前的一个总结哦，那我们就来继续吧。感謝しようぞ。よろしいか。我操，武田，你撑不撑得到两个月啊？
よろしいか。拒绝？哎，还是我要接受？接受好了，他能够再撑一下比较好。話はまとまりました。是他要我们派谁呢？我要这么多，会送你的就算了吧，也没多少人。城に引き返します。派他们两个。哎，他妈的！好，这样应该可以。遅れるでないぞ。六十几，哦，还可以啊。好，お使いいたします。啊，对，然后那个其实就是前几集那个大家有留言提到一些我可能给一些错了资讯啊什么的，我只能说因为我啊。刚好那个打明胡桃城的那个漫画没画出来，那个是我看真田玩的，所以真的是哦，真田玩16年真的是忘了，那个我只能说一声很抱歉了。毕竟录影片蛮多人看的话，资讯还是尽量给正确比较好，这个部分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好，我们就继续水野信远。哦哦哦，我进来就四大将。扩张市场。好，酒井宗次。酒井宗次待遇还是差了一点哦，这么久都还是旧的例会。不过我看漫画我觉得他其实定位也蛮重要的。虽然是一个不讨喜的老将。心得ました。嗯，我们救援的兵全被打没了吗？来，我们看看木下秀吉要献什么策哈。我方只是八万，我兵有这么多吗？刚不是看五万九而已，还是上一次之前出征的开始慢慢回复了。上申いたします。必ずや全うします。哎、欸，啊，其实我发现我花太多人力在登庸上面。说实在的，说实在的，应该还是要多点建设啦。感觉冲蛋糕比较有用，不过商业好像还是得冲，因为你到后面挂高科技，吃的都是收入。现在这一代完全科技就是靠钱来撑的，我也是觉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设计。可是好像又不能说他错，又不能说他错，因为的确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花钱解决，好像也只能说这种不便也只是反映了一个史实的状况，就跟那个劳力一样。劳力你看说为什么那么少？仔细想，因为我们好像能支配劳力就只有我们这个。直属城的这边，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人力去他那边盖建筑。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他妈发徭役不是发给全国了吗？而且我记得不是他在漫画里面有探讨请比较便宜的农民来做建设，跟请那个一般要花钱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力的，就是那种。全职的那种民工来讲，虽然民工贵了一点，可是其实因为不影响，你找农民会影响那个农业的产出嘛，不影响农业产出，米价稳定的话，其实长久来看是比较便宜的。我记得他不是有探讨那个吗？他那个系统怎么没呈现出来？我建筑物应该是既有的劳力跟我可以额外花钱去盖的。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只是怕说 NPC 在高难度下的金钱加成会滚雪球滚太快吧，我只能这样理解了。那我是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这一代这么多新的这种系统的设计，然后又参考了那个漫画的一些内容，然后漫画又是依据史实新的一些史料去呈现，我觉得他这些很适合找个教授来体验一下，来玩个游戏，然后来讲解，然后那个设计团在旁边一起回答，说当初设计的一些用意，
它的一些限制，为什么那限制是要呈现史实还是什么的？他们当初讨论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东西这游戏有点可惜，它这个宣传做一个比较完整，它这个到后来已经，它这种系列到后来已经有点在结合历史，那干脆就不如找个历史频道或什么的，找大和剧来加持一下也不错啊，多一点认真的内容啊，尤其它这一代的内容算是。当然啊，他这一代把之前大致那个族亲跟那个族亲跟一般的那种农民兵的那个分开来的制度，他这一代又取消了，所以不晓得了。反正有一些东西是一个取舍嘛，不也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上面的状况，因为要讲历史，其实每个势力他自己的军制还有一些行政制度也不一样，所以就这样吧。那这个毕竟还是一个简化。方便游玩的一个版本。好，看来五天应该还是撑得住。我们现在哦，三个劳力，好，我们再来盖吧。你看，像这个打回来，全部一个建设都没有。やってみせましょう。其实应该点科技，一个政策了。政策有一个移交裁量权，其实你设定城下方阵还是要一点劳力。那你花点了这个之后，你所有的领主你就可以让他自己去盖了，你就不用你设定的时候就不用还要花劳力，你就是免费劳力，就是靠时间来等。那只是我觉得电脑自己设计的那个自己设定的那些可以盖的建筑的那几个。既有的方针我觉得是有点阳春的，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你让他灵机应变的那个建筑的组合，我觉得也是蛮鸟，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先点这个好了。500块目前还是付得起的。哇靠，高等级的家宝要开放，还要开放月四月座才能买，这代怎么是？感謝いたす。哦，一堆人要晋升，哎，服部半藏可以当城主。这代没有办法，就是要一直搞内政哦。宇喜多只加四大将了，那应该可以直接变那个。直接可以当城主，青主头。感謝いたす。哦，这个忠诚度有够低啊！然后织田信忠我跑出来，差点忘了讲。感謝いたす。我其实蛮讨厌代官。去练主头的这个系统，因为会影响我金川一元在核战里面的表现，因为我都必须我要放一些比较菜的，有时候菜的是蛮弱的。那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好城吧，让宇喜多，不然就长岛城吧。心委屈你了，赖明基。
哎，北条没有来打我们了，看起来是要去搞武田家。那武田的同盟目前应该是同盟结束了吧，两个月了吧。同盟两个月，还是两个月吗？什么情况？因为是由援军请求啊、哦，原来，哦，这样会一直维持住，妖兽我要取消，欸、不行哎、欸，我操，完了，我拖到我自己的时间。よろしいか。恩情をつかまつる。等一下，他妈上三家为什么？哦，我们的佐佐城镇去把我们的原本应该是我们的郡去打了，所以就变进到交战状态。ことを始めます。お聞きください。お任せください。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まさかな。哎，藤堂高虎，哇靠！太棒了！我使いいたします。啊，藤堂这次难得换例会，我记得他的例会好像是革新，好像就用到现在，我没记错的话。当然，他有老年的新的例会，我没记错的话，年轻的例会我记得也是旧的，现在他是年轻的例会也更新。哦，完了！哦。哇，武田这样，完了，我们吃来不来得及吃它、啊？算了，我先盖一点建筑好了，等一下准备要开打。不行，我要出手了。来，我先看一下那个藤堂高虎的忠诚是不是很低哦？啊，果不其然。哎、欸，太好了，可以把骑马弄到黄色。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家宝了，这样比较麻烦。
那我们必须要去打。而且我要先跟三好清散，省得他到时候来搞我。哇，这个一个月才加四，还是得我自己来啊。应该够打了。现在先帮他守城，然后再把他打下来。我一定要吃到五田，我不吃他，我他妈我就独挡。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下间赖莲为什么在他这？哦，他把本院士最后是他吞的。哇靠！这真的是越那个叫什么？完了，本院士的缩写叫什么？什么越什么一合的？越像一合还是什么？完了，我忘了那个字。对，但是那个有专有名词的，因为那时候上杉谦信为了跟织田信长对抗，有那个有跟他一直在打的这个。一向哎、欸，一向中跟月后是月送中什么？哦，我真的忘了，我忘了那个部分。反正他们两个原本是不同中的，后来为了对抗织田，竟然联合了。他这边直接游戏内呈现出来，笑死！ご命令を願いたし。踏みにじってくれるが、攻め潰してくれよ。どうかご命令を。敵を攻めます。石川康盛，石川树正的儿子。喜ばしいですな。申し上げます。やってみせましょう。聞いてください。看我像我这个委任给织田，委任的话辎重战，哎还可以，怎么好像跟我之前给的不太一样？好，委任他吧，110天一座嘛，所以他4个月会盖一个。来看一下酒井宗次的委任的话，辎重米行商人练兵，辎重是干嘛的？军粮加15日，哦，所以你要出兵久一点就得盖辎重，好吧？我把盖委任好了，但是没有那个人力去帮忙盖。这几个大臣应该是以委任，应该是盖蛮快的。啊，还可以，
有练兵，有水道，有辎重。190天才一做，你也太弱了。不愧是幸福。好，几个重要的都委任了，剩下就不知道北天什么时候打来哈。北条，他们两个现在是同盟吗？为什么两个都变红色了？搞毛啊！やりました。目障り、消えよ。よろしゅうございますか。冬春仪式拒绝。北条他妈怎么还在交战？他打我哪里啊？不是金川，你怎么就直接回城了？我要继续打武田呢、啊。What the fuck？ 今こそ図を示す時ぞ。哎呀，我正想打武田，哇，130,000全来了。哎，这看来这各位观众啊，看来这一集要最后一集，这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大家最期待我被北条给打爆。世事难料，曾经相互扶持的两家，如今演变成相互抗争的关系。没办法，又是我先打他的。我那时候郡府城、郡府馆跟浦原城本来就是在北条的、啊，我就是把他偷回来了。没关系，我们来跟他亲善一下。可以直接交涉吗？好像没有直接迎战的一个选项。哦，只加一啊！我没看错。还是金川比较猛哎、欸，加12，5个月，好。西安のしどころです。哇塞，金川原来金川的强项竟然是外交哎、欸。心得ておりまする。我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全力在这边防守，因为我想分点兵力去打武田，因为我怕他被上山吃下来。六万是我全部吗？六万好像也没有到全部哎、欸。对啊，像饭田城就没出来啊。
好像可以哦。我六万打十三万，我靠核战，我可能打个三场核战，应该是可以吃下来，勉强应该可以守住啦。第二波我不晓得。我先存个档。奇怪，我玩的不是普通难度吗？我怎么有一种在玩困难的感觉？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欸，我金川队什么时候等级五的铁炮跟三等的马了？我下面的支行有帮我盖这些，我都不晓得。好了，打吧，走吧。出陣します。さあ、行くぞ。腕が鳴るわい。向こうにはまだ。縄をくれてやるわい。哎，现在还抓到人家。お断りします。感謝いたします。什么情况？好，这边一万人来搞他，开搞。啊，不对，我应该先打远的城。わしについてまいれ。好，我们来看个风纹好了。毛利家不知道在干嘛。哎呀，太好了，援救挂了。前景九阵，你算了吧。哇，这个消耗不行，我金川还没到，根本不能会战。快看一下，快看一下！哇操，一万九四万三，一码的！我看一下，欸，其实他的兵不行，我队太少。哎呀，应该早上应该早点过来的。这一波应该是怕是有问题。我ながら不甲斐なし。もはや戦いぬか。像有点机会，如果只有五队，有一队根本不能算，四队要被他包抄。
六队打的三，哎，那个是我第二。打十二队，两倍。可是我的兵力都还算高。哦，我存个档次看看哈。拼看看啦。没，毕竟没有到非常弱势。然后我们的将算应该比他强一点。哎，这个地图没有鼓舞啊。哦，那可以，那应该可以。我比较怕鼓舞被人家抢下来。我队伍比他少，所以是比较麻烦。而且这个队伍，哎，这个地形他要包抄我不容易耶。好，可以，这应该可以打。行。敵の者どもに目に物を見せてくれましょう。うん。先へと向かおうぞ。要所を制する時ぞ。要所を手に入れん。要所にこそ利あり。皆の者、進むぞ。動くべき時は今ぞ。命令を下され。エーラよ。いざ行かん。要所を取りに行く。やりました。喜ばしいですな。敵を攻めます。今こそ好機です。それは少々。どうかご命令を。我が前に立ち下がる者なり砕け散れい。喜ばしいですな。ありへい、奮い立て。何て敵を撃たん。鉄砲隊行くぞ。哇，铁炮骑射射死700多个人哦！我们看错，太扯了吧！はい、敵を退けます。要所を取りに行く。守らねばなりません。敵を攻めます。我が軍略、今こそ披露してくれようぞ。このまま押し切れましょう。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我が前に立ち下がる者らよ。砕け散れ。啊，完了！哇，这边被突破了，我操！お指図。哇靠，那边4000多个。動くべき時は今ぞ。ご命令はいかに。かの地は守らねば。今こそ我が戦法により勝機を見出す時。はい。敵を退けます。皆の者、進むぞ。はい。敵を退けます。縛り上げなさい。
每条钢绳现在被抓下来。行きますよ。こいつ、我が前方に手を突っ込む。我が前方を持って、この戦を制してみせよう。どうかご命令を。我が戦法により勝機を見出すとき、敵の軒口を塞ぐ。続け。敵の退路などひねり潰すぞ。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敵を攻めます。打って出るぞ。今こそ我が戦法により勝機を見出す時。力を示す時ぞ。哎呀，不应该把人家溃败的，马上又出阵。さあ、次はおらぬか。我らが出番ぞ。别动。かように苦しき戦となるとは。哎，应该赢了吧？好碎哦！我应该才死2000多人，可以换10000多。哦，死3500，不过也不错了。縛り上げなさい。每条钢绳也想砍的，因为根本就收不到他的。従わせようとは無駄よ。啊，有点想处决啊！可是我是惜才之人啊！啊，放放放！本当、首を取らぬか。哎，我就是心软。部队撤退，2城和19郡，哪2城啊？这么屌！哇操，新国，笑死！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敵を退けます。どうかご命令を。行くぞ。足を動かせ。お指図を。お指図を。我还把城主认一认。哎，族中，我把单羽长袖丢过来好了。
ありがたく存ぜる。お前の喜びにござる。感謝いたす。ありがたく存ぜる。哎呀，这边打的，哎，为什么我去打武田，可是我却是在跟长尾家交战，什么状况？我靠，又有大型台风。他这个路径跟受灾区是不是有关联？やりました。サルジがあります。血板安置、欸，哎，来来来来，这个七本枪。一准一下吧。织田信成，这个不怎么样。引き入れよ。新さんがござる。ことを始めます。其他这种特殊的灾害事件，你如果没留劳力的话，你一定会有。没把它解决会扣更多、哦，我觉得它这个这东西就增加难度的，没有什么。わかりましたぞ。承知し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ぞ。心得ました。聞いてください。顺便刚打完会再平定一下、喔。感謝いたす。我又晋升了，但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武将。哎、欸，可以温泉疗法了。哇靠！赶快上。運を進めよ。行くぞ。はい。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快使用！太好了，收了一个剑月七本枪。怎么还有？やりました。次は勝たせていただく。攻不下来吗？哇！冰凉不够。ことを始めます。有这回事？二十三天是因为围不了他，对不对？万歳！よし。頼まれ申した。
や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した。看他这一年把我的劳力用了六还七还八以上，你根本就，你这一年想盖东西都没得盖了。愚心がございます。私にお任せを。这些兵去这边要干嘛？准备进攻我吗？哈，皆の者、騎乗せよ。どうかご命令を。不行，这些兵都快没粮，都快没了。喜しいですな。对啊，他又来了。哎，不对，他是来打我的郡了。再撑几天，撑到他来接替。好了，可以了，回去吧。ここに城へ戻るんじゃ。やりました。城など早々に奪ってくれる。申し上げたい。任されましたぞ。欸，我不懂欸，他那个三好家族那几个弟弟明明就死得那么早，然后他全部上了例会。三中路之界这个事件也是后来是蛮有名的，他为什么这个尼子胜久还是不给他一个大例会呢？尼子在新军的一个头领值得一个例会吧？不懂。哦，不得不说，吉川元春这次新的例会真的是蛮帅的。哦，不过我记得三中路之介，我看那个战国全兵卫讲那个频道讲的话，他好像单挑都还没有输过，不容易啊。
哦，我记得他幽静是因为他，我记得是下面的两个吉川元春下面的两个将领想要收服他，然后劝他别杀他，结果后来他就好像就逃走了。哎，是吉川元春不想杀他，然后下面的两个想杀他就来不及。我是不是记反了？哎，可惜啊，毕竟最后还是被织田抛弃了。说穿了，只是利用他而已。不过在那个年代，不用太意外了。哎，我刚刚那个新来的到底跑哪里去了？那个剑月七本枪其中那一个，他是不是还没有到竹青啊？哎，哎，我发现军团待在城这边，随身粮不会扣、啊。正在消耗由出阵地所运送的军粮，以代替随身粮。欸，我之前看评价，不是有人说就是没有办法补粮吗？还是说停在城的时候是可以补粮？可是这个距离出阵地的话，这个距离是不是有会耗比较高？不晓得他这边没有给一些计算出来的细节。盖个迷航好了。ことを始めます。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戦が始まる。備えよ。向こうにはまだ足りぬ。
哇，九户胜证实，哎，这不是，这个不是在南部家大搞叛变的那个吗？哇，拉过来肯定没好事，虽然吴勇很高。啊、好了，先批准啊，到时候再看看吧。铁定进来，忠诚度是红色的。信虎的忠诚度也够了，够高了。好吧，反正我是走一个均衡路线嘛。哇，这海上运输等级二要吃一个要吃2500，太夸张了吧！哎，竟然没有保守主义。果然我的军一收回去立刻出阵80000。受けたまわりました。哎，我的兵有回满了吗？现在是93%。哦，15000，你这怎么配的？指図をお待ちする。お撃ちを願いまする。いかがしましょう。城に引き返します。いかがしましょう。いかがしましょう。城に引き返します。ご命令を。直ちに騎乗するのだ。完了，我好像刚抽掉太多兵了，这样有点危险。不行，那个我觉得要放掉，这个我守不住就算了，总不可能单羽长袖被抓走吧。
刚不是在清散吗？为什么？还是因为我出级了？还是他出阵我？还是说因为他突然出阵我，所以那个突然跳那个清散就直接被中断了？浪人，那能力值好像还可以啊。取り掛かりましょうぞ。我が案を申し上げる。七里赖州不是那个本院士的那个吗？我忘了是哪个区的军司令了、啊，还是我记错了？我记得他是军司令啊。这个就算了。保存一下好了，我怕我这个防守是徒劳无功哈。那奇怪，三好为什么又变成零了？什么鬼？我前面清散的到底效果到底在哪里？谁来告诉我？不行，我要跟长尾家结盟。見せましょう。心得ました。いかがしましょう。お許しを願いまする。指図をお待ちする。お指図を。遅れるでないぞ。はは。神明を落としてお使いします。よし。陣を構えよ。戦の始まるぞ。哎、欸，长尾竟然打的是曹昌家，哇靠！笑死！上心いたします。良き案がござる。妙案がございます。お任せください。申し上げたい。攻め落としたり。哎呀，武田家也有今天啊！唏嘘啊，唏嘘啊！来看一下，敵将取り押さえたり。看一下拳皇。田信玄应该是可以直接登陆的啊，现在是登田昌信的忠臣只有三，会不会太夸张？よかろう。お手並み拝見だ。都坊胜赖不愿意。武田义信他儿子也不愿意，好，他儿子还好，三条夫人不愿意，什么意思？板井镇上为什么死都不愿意啊？我不懂。这方面我觉得还是三国做的比较好，有一些
他的那个全军破敌三国，他的那个角色的个性注定就是跟主公不合，有时候就我觉得那边比较好看出来，这边我是看不太出来，我觉得他是不是只是随机选一些就是不要加入而已，看不太出来他是因为什么特性什么的决定不加入，完全完全看不出来，看不懂啊，没有周访胜赖是有点可惜，板井镇上无所谓了，三条夫人我都不懂，真的不懂啊，释放了，反倒是真田昌信倒是留下来，莫名其妙，申し上げたきことが、对哦，我有些在出阵哦，现在也任命不了。出阵的没办法改，我想我要先把武田信玄想办法留下来，把我的官职给他吧。哎，不行，给他，他是不是有官职啊？好，为了把昌信留下来，我们把官职给他好了。感謝です。感謝しようぞ。哇操，木真一仓忠诚度果然够低啊，其实我们应该还是要往北打上田城，不对啊，上田城这时候还没盖，那我不懂了，玩这个剧本的话，真田幸村是从哪个城出生的，如果不打下来的话，后面那几个武将我们拿不到，走在这边顶多就只有金川，那个锦衣执政啊，还有谁？
你妹的，这边一个。哎，其实我记得这家伙之前的例会一直都蛮有特色的，他这次终于也转正了，终于有一个大例会。象马家，上申いたします。必ずや全うします。哎，等一下，安好家跟谁在打？他去打长宗我部啊，长宗我部看起来被灭了、啊。那、啊、奇怪，这怎么会三好会撑会做大呢？我真的不懂，没办法理解。さあ行くぞぞ。腕が鳴るわい。それは頂上。礼よ、声を上げよ。行くぞぞ。敵兵。水へたり、もはや戦い抜く。さあ行くぞぞ。腕が鳴るわい。やりました。敵兵、水へたり。戦です。みんな備えなさい。哦，织田信孝跟信雄两个都那个了，元服了。金身长靖的儿子。向こうにはまだ足りぬ。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啊，这个周遭这样打应该是会输啊。さあ行くぞぞ。腕が鳴るわい。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五万九的，五万，哇靠！看一下，不行了，四队守不住了，他兵比较少也没用，会被包围啊！是不是该撤退了？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敵を退けます。皆のおかげで打ち払えたぞ。話があるとのこと。西安のしどころです。操，怎么还是一万六？一万打五万多。啊，这有点难搞啊，这守不住。当初应该放掉这个城的。戦です。みんな、備えなさい。戦い抜く。まこと愛すまぬ。口惜しいがこれまで。
呀，我这完全就是送啊！これまでか。下がり。好吧，大家该使用我们的。我先存个档，万一到时候那边打完武田，然后结果不愿意留下的武将又随机跳成一些比较重要，就比较麻烦。我们先那个时空穿越之术。三层我们就放掉了，这个守不住的了。新命を賭してお使いします。万歳！上進いたします。陣を構えよ。戦の始まりぞ。愛すまぬ。まこと不甲斐なし。縛り上げなさい。お断りよ。次こそ負けぬわ。この城を落とします。妙案がございます。申し上げまする。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あ、撑五个月就好。この城もらい受けました。生け捕りとしたぞ。使えるに値する主。哎，周访圣奈，我们放过他一次，他竟然就愿意加进来了。哇，那这个岂不比刚还爽？なんと、首を取らぬ。ありがたく存ぜる。
吧，放一个城，把五天吃了，放一个城应该还可以。城が攻められているだと。上心いたします。好了，该准备到新国四城了。しどころです。はい。おげち。どうかご命令を。はは。みんなついてまいれ。等一下，我忘了去搞那个忠诚度了，差点忘了。九宝长安战物这么高、啊、好，来看一下风纹吧，应该是岛津嘛、啊、其实也不用看了，我觉得无名胜士，哇，他怎么跑来这了？やってみせましょう。让我看一下时间录多久。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这一集再看能不能把新国寺北条这边挡下来，或者是跟他同盟，所以这一集就可以结束。因为这一集我们其实完成了一个我蛮想做的事情，那只是这个城这边的配置可能要再重新弄一下了。
すぐに成し遂げまする。やってみせましょう。对，我修个城也要花劳力耶，这也太鸟了。仔细想一想。上申いたします。お任せください。申し上げようぞ。必ずや全うします。北条，我觉得等我军队聚集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一次会战把它打爆，再弄。やってみせましょう。也可以耶，我可以这样一路打到小田原城，太好了。お許しを願いまする。城を取りに行きます。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城を攻めます。お指図を下され。城を奪いに参る。必ずや制します。喜ばしいですな。やりました。忘了保存了。嘿呦，声を上げよう。戦ぞ。布陣を始めなさい。17000打17000，看一下啊。我3-6哎，不是不能打啦，只是抢不到点。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皆の者、進むぞ。敵兵、追え当たり。攻略这个太难。哦，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会战，我就爱打。蛮讽刺的，假象郡三国同盟，我们竟然现在打的这三国打的不可开交。戦の難題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狙うは要所、進め。お指図を、退路を塞がれてはなりません。要所を取りに行く。はは、運を進めよ。行くぞ。
この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天に昇る心地じゃ。万歳。加担としておりますぞ。どうかご命令を。よし、要所を取りに行く。命令を下せ。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命令を下せ。はい、動くべき時は今ぞ。やりました。敵を攻めます。敵に攻めかかろうぞ。这集这个真的是随便打。その身で確かめよ。敵の退路を叩くぞ。裏で隠すじゃ。こいつ、我が前方に手を押し通る。勝ち時を聞くと。勝ったのだと心から思えますな。对，可以触发动画，这么鸟的胜利。我らの名をとどろかせてくれよ。这个已经算胜之不武了，竟然也可以算。林秀珍他妈看了这个吐血。想把武田安排到右下角，或者应该说应该向往北把他这个馆给打回来才对。お使いいたします。哦，他来竟然是黄色的。还行啊。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どうかご命令を。城を奪ってみせます。どうか
ご命令を。はい。動くべき時は今ぞ。無念にございます。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城を奪ってみせます。お縄につくがよい。お使いするとしよう。皆、城へと引き返せ。はい。どうかご命令を。哦，还有粮食。戦になるぞ。陣を整えるんじゃ。我有17000打26000，你兵有这么少吗？再等一下这两队好了。明暗がございますぞ。すぐに成し遂げまする。これまで。下がります。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もう兵更少了。What the fuck?軍略の前に敵はなし。天に昇る心地じゃ。野戦となる。陣を構えよ。いかなる手を打つか。18000打28000，可是我们现在有六队。好，来，我们再来拼看看一次。上進いたします。差10000但可以拼啊。这个兵力配置还算平均，但他左边好像有一点强。把高丽跟紫虎换一下位置哦，这样好一点。戦の難関教えてあげましょう。はい。要所を手に入れる。続け。ご命令はいかに。要所を取りに行きます。思案のしどころです。うん、他の要所を制する。皆の者進むぞ。はい。抢不到，来不及。動くべき時は今ぞ。こいつ、我が戦法にて押し通る。我が試される時ぞ。我
哇靠，他落石。哎，等一下，他那个落石我好像抢不过，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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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What the？ どうかご命令を。哇，他直冲哦！敵基地を固めなくてはな。お指図を。兵を動かします。敵を退けるぞ。まだ戦闘の切れ味、その身で確かめよ。そこが試される時ぞ。あれこそはと思うものは続け。ご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ぞ。敵勢はわしが叩く。はい。敵を退けます。狙い目でありますぞ。この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素晴らしい。哇靠！太鸟了，太鸟了！这个我真的没有控好，真的。菊池よ、いかがしましょう。お指図を。みんな、行きますよ。ご命令はいかに。足を動かせ。今こそ我が戦法により勝機を見出す時。運が試される時ぞ。あれこそはと思う者は続け。この戦、我が戦法にて押し通る。敵に攻めかかります。完了完了完了，这边被我的前方により勝機を見出す時。我が前に立ち塞がる者らよ、砕け散れ。お指図を。要所へ急ぎ向かうぞ。哎呀，我有些对杀太快了，结果他们又马上出阵，没得破坏那个撤退点。この式戦局を覆されば、この秀吉が戦、たやすく見切れると思うでないぞ。这一开始就没控好。我が手にてついえたり。撃って出るぞ。
一开始就没控好，哎，受不了。この劣勢いかにせん。お指し図。この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とくと見るがよいわ。我が武略をな。相模の獅子が行くぞ。ただ我の向かうところのみを見よ。はい。敵を攻めます。兵を乱されるとは不可能。この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お味方が押しておりませぬ。腕を上回られるとは。なんたることよ。こりゃ互角の戦ですな。お指図、要所を手に入れる。続け。急ぎ向かい、守ります。勝負は戦えぬか。哎呀，完全没占到便宜啊！他妈还有的出阵呢、啊！ご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ぞ。攻めるぞ。みな進んじゃ。我が軍力、今こそ披露してくれようぞ。まさかのまさかじゃ。なぜ進んじゃ。どうかご命令を。動くべき時は今ぞ。この戦法にて勝敗を決めてやりましょう。カタッとしておりますぞ。お指図。皆の者、進むぞ。狙い目でありますぞ。弓隊、行きますよ。どうかご命令を。要所へ急ぎ向かうぞ。よくと見るがよいわ。我が武略をな。敵勢退けたり。今が好機ですぞ。应该赢了，应该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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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哇，真的是消耗战，没有占多少便宜。勝ち時を聞くと勝ったのだと心から思えますな。哇，一万一换一万六，一落四四般的胜利啊！
断りします。感謝いたします。我らの勝利を振り回るのだ。ありえません。啊，我蛮想继续进攻的，但是就我打不下去了，不然把兵打到零再回城，等回复时间太长。嗯。聞いてくだされ。如果能把小田原城打下来应该是比较好，但是我这边只剩7000多人，看起来我要打第二阵有点难。西安の仕所です。那要录多久？其实这一集我就先到这边吧，我觉得已经很艰难的有撑住了齁，虽然中间用了一次时间穿越之术齁，不然你怎么打定北条大魔王呢？但基本上靠着那个会战，有的时候敌人没有全部部队进来那个范围，靠会战去慢慢的你集中优势兵力先把它全部等于是放等于是你玩英雄联盟加文，把人家全部先抓进来打一波，慢慢这样子以一换二或一换三的比例先把他前面一些部队吃掉，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打。然后北条的问题就是他这边的好像名将扛的副将也不够多，像那个佐竹义重我不知道他死哪里去了，我看到现在就只有北条，然后北条那个北条四照、北条四正，然后还有北条刚成这几个有例会的就这几个而已啊。然后那个什么相马什么的还好，他那个一般的比较平庸的将领比较多哦，所以还算他兵多，可是还算勉强能打。他这种这个他这个位置要是给武田，早就不知道把别人打到喷出翔来了。好，然后也算是这节算是一了，对不对？很多观众想看我被武田打哦，其实目前这边这种山区应该还有的打，真正大平原上面要你来我往的时候呢，真的就应该就比较痛苦。这边还可以靠单一进军的方向来去弄别人，所以应该勉强还可以吧。不晓得这样算不算立 flag， 搞不好下一我这集应该关掉之后会自己玩一阵时间一个进度啦，那搞不好那个进度他妈立刻就被打爆了。然后这边可能开始要弄军团了，因为再往东打我这个收入已经不够了。我的大目标应该还是要先成为东海道第一啊，所以下一集可能我如果北条这边想办法先弄个同盟稳定一下。不是，我把他这边兵打这么多了，为什么上山跟南部一点动作都没有？应该出来趁机捡一波，还是因为他兵力够，所以他们就暂时还是按兵不动。其实上山跑去打那个招仓了。那南部呢？南部家怎么不动一下呢？不懂，真的不懂。面对玩家成一枚兵立刻打，怎么好像 NPC 之间好像都有默契，都不会那么快把人家吞掉。那武田是例外啊，武田是突然之间就被两边打，被两边夹击到没有兵了。好吧，那回到刚刚讲的那个，下一集可能我们就以
先成为东海道第一为目标吧，想办法把一四给吃下来。那同步的，我们就是要防范那个三好跟上山跑来夹击我，趁着我兵出去来夹击。然后呢，北条的话，我应该想办法跟他同盟。北条一同盟，应该立刻就会跟旁边上山还有南部打起来。那再来就是看南部跟上山撑不撑得住嘛，撑得住，那这边就维持住了，我就继续往西打。撑不住，那我就得势必面对更可怕的北条大魔王。目前他这一轮打下来，我老说他那个兵我真的受不了，我一定要集结的比他快。可是我的本营都在那个尾张那边，我要集结比他快，用想办法用会战的方式去先小范围的先优势兵力把他慢慢吞掉，应该是蛮难的。因为会战好像要一定要金川在才能会战，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说他有限定要什么秀老或什么家老以上才能会战，我不晓得这个，他有一些细节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搞不太清楚。然后有人建议我是趁着高威风的时候拿城，我感觉到就是打完之后高威风他的援军会直接原地消失。可是北条的问题是他后面的兵还是太多，我刚那会战死了16000，我现在要再去吃小田园，我真的很想把它吃下来，因为把它组成拿了我应该一劳永逸啊。但是我真的是很痛苦，目前是吃不太下来，还是其实硬吃得下来，我不晓得，我反正我自己尝试看看了。但是播的部分我就先播到这边了，因为今天时间也蛮长。然后这一集的话，现在真的是现在都没什么梗可以讲啊，武将也差不多就那样子。再来就是我那个上那个。战国全兵卫他漫画的进度只有到第4卷，实在是太前面。今年日本都完结了，我都不知道东立在干嘛。好吧，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信长的野望新生的游玩内容了。那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